喂，大家家，会老佛爷喺多罗格噶。一接到万岁爷出宫，就直接去热河行宫，一齐听嗰位圣堂嘅指派，知道吗？系。仲有，万岁爷如果问起真主，就话我好快会送佢过去。 回大家家嘅话，入嚟回话。回大家家，老佛爷嗰边急传大家家觐见。知道啦，备轿。咋？通报得真系快，唔理我几时翻嚟，你哋都照计划行事。一到夜晚，你哋就要注意，要到宫门外面等，等佢哋出嚟。 就直接带到去苏拉房，信你哋准备好嘅马车，然后即刻出宫。咋？记得带埋小顺子一齐走。咋？点解小满爷咁耐都仲未翻嚟回话？大家家，小顺子唔见咗，仲有多罗格格都唔见埋啊！ 奉旨办事，得罪啦，捉住佢。启禀老佛爷，端王爷佢。 冤枉啊！老佛爷啊，老长咩都唔知噶。冤枉！仲喊冤！大小顺子入嚟嘅系你，话佢浸死嘅亦系你。而家呢个系边个？系鬼啊！冤枉啊！小顺子啊，你咪同你来福喺宫外一齐浸死咗嘅咩？点解而家？系啊，但系我命大嘛，跌咗落水又浸唔死，又俾人救翻上嚟啊！乱噏廿四，你啱啱自己招供系司徒出宫嘅，点会又跌咗落水呢？我就系夜晚司徒出宫，因为夜妈妈摸嚟摸去啊，摸唔到咁啊跌咗落河咯。诶，讲讲啊啱啦！你仲帮住佢？回老佛爷，端王爷带到。等阵先，老佛爷。 先除佢条夫嚟验证，佢根本就未阉过，唔系太监嚟啊！老佛爷，小李子将佢带入宫，一定系同端王爷预谋串通好噶啦。咁到底呢件事系点噶？奴才，你咪太监啊！老佛爷。 奴才冤枉啊！奴才又唔系管政生嘅事，奴才。你仲抵赖？你讲，你到底系咪太监嚟？好似唔系。咁小李子派你入宫嚟做乜嘢啊？保护老佛爷啊！ 你大总管知道，小人自细咧就崇拜老佛爷，一心想尽忠报国啊嘛。你同我收声！ 你讲，你将个假太监带入宫里边做乜嘢？
奴才都唔知道噶。初初奴才都觉得佢唔对路噶啦，奴才咧正想检查佢嘅时候，就俾佢走咗。你咁就推得一干二净啦。咁你讲，我都唔知噶。算端王爷。老佛爷吉祥。阿嫲，仲吉祥？我呢条老命都差啲断送喺你手上，大清王朝亦都就嚟断送喺你手上，仲有咩吉祥啊？国玺呢？国玺？我唔知道啊。你当然唔知啦，你点会知道？你又点敢知道啊？崔玉贵，奴才在。你马上带人出宫去守。就算反转端王府，都要将国玺搜出嚟。咋？冤枉啊！我真系唔知道咩系国玺啊！事到如今，你仲唔认账？照咁讲，呢个小臣子亦都唔系你派入嚟想救多罗格格走噶啦。咩话？端王爷，小臣子已经招认啦，你都唔使扮嘢啦。你话系我叫你嚟救多罗格格嘅，你简直一派胡言！他身上挂的是你端王府的腰牌，不是你牌的，是哪个牌啊？老佛爷等着要见大格格，你做什么拦住啊？不是啊，我请他等一阵咋，不是端王爷入了去，就哪个都不准入去的咩？哎，大格格点同呢？大格格梗是不难得啦。大格格吉祥，请入去啦。发生咩事？捉到个假太监啊！入去你就会明噶啦。奴才仲有急事，赶住出宫去办啊。办咩事？奉旨搜查端王府啊！奴才讲嘅句句实话，系端王爷佢攞住腰牌同我讲，佢话多罗格格俾老佛爷你软禁住，要我想办法混入宫里边。佢乱讲，七丫头都承认咗啦，又点会系乱讲啊？阿嫲，小顺子明明系你派嚟嘅，我都认咗啦，你都认埋啦。七丫头啊，你又乱讲乜嘢啊？你真系想害死我咩？回老佛爷，大格格进见啊。算。看住七丫头，你点解放佢走啊？唔系啊，系小顺子入宫偷偷带我走噶，大格格佢唔知道噶，唔知噶。系啊，可以证明大格格系绝对唔知噶。我问佢，你插咩嘴？二神该死，二神正系周围揾多罗格格，唔知佢走咗去边度。你点解打扮成咁啊？到底系咩一回事？呢个奴才又系边个？大格格，你唔好诈傻啦！佢哋两个系入宫揾你嘅，你又点会唔知啊？端王爷系话佢哋唔止一个人混住入宫啊！一个，净系得我一个咋？我认得大格格宫里边嘅路，端王爷就即刻派我一个人混入嚟啦！佢乱讲，佢仲系一个同党，我清楚知道佢哋偷咗国玺，为要入宫救驾，救咗驾就将国玺还俾皇上。然后呢，就逼你退位。呢件事呢，净系佢两个系办唔成嘅，一定系同大格格串通埋一齐嘅。王阿嫲，你唔好听佢信口开河。大格格，你唔使抵赖啦。你想问我系点知嘅？系我审问出嚟嘅。我亲自捉咗佢哋几个同党，仲系我亲自审问出嚟嘅。仲有人？冇错。老佛爷传我入宫之前，我啱啱捉到佢哋，亲自问话，佢哋话国玺喺佢哋手上，所以咧就揾两个人入宫同大格格商量，
逼你退位啊！那个同党叫做柳青青，是个女人嚟嘅，先前同呢个小顺子混入宫嚟，假扮太监，叫做李来福。呢件事，呢件事到底系点样噶？奴才都唔知道噶。赵德顺同李来福一早咧就喺宫外边浸死咗，但系我死咗啦，早就浸死啦，我亲眼见到噶。端王爷咧其实一路喺度作古仔，佢喺度乱噏噶咋？你先至乱噏啊！老佛爷啊，嗰个女人咧，我已经系将佢运咗喺库房入边，老佛爷可以啊派人将佢捉嚟当面审问，咁咪水落石出啦咩？听到未喺库房啊？仲唔快啲派人押佢过嚟？奴才唔认得嗰个假太监啊！小离子，你去。咋？翻嚟。呢次如果喺半路又是浸死咗，你就冇翻嚟见我。咋？永禄。咋？马上派人去守宫，先守养心殿，再守大格格嘅住所。仔仔细细，同我搜呢个人出嚟。走，我哋，我哋。听，我叫。二总管，我哋到咗啦。想造反的证据，我走走。呢啲玉雕更加系啦，攞走走走。知道要送去边度未啊？知道啦。诶，呢一箱做咩唔打开啊？条锁匙喺端王爷身上，我冇锁匙开噶。就系呢箱。快同我叫开佢！叫啦！出爷总管，你快啲睇下，带入嚟。哦，出爷总管，佢就系嗰个李来福啦，佢变咗个女人啊，匿埋喺库房度，俾我抄到佢出嚟啊！哦，出爷总管，好耐冇见啦。放开佢先。太好啦，吓！你果然系个女人啊，吓！有咩咁好笑啊？李来福啊，李来福，原来我可以做到大总管，都系要靠你帮我手。好，好，如果
如果我帮你出卖李莲英的话，你会不会放过我？你这个婆娘啊，我只要将你拉到老佛爷面前一摆，你和那个小利子就死定了，我还用你出卖些什么啊？崔二总管，你看看。喂，老佛爷，奴才在养心殿找到这个奸细，他躲在万岁爷的龙巢里面，万岁爷和王总管都说不知情。哼，他们当然说不知情。你说你是谁？谁派你入宫？你躲在养心殿做什么？就是他，他叫做唐少天，和他们是一起的，他们入宫就是找大格格商量救驾的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回王阿玛的话，你要先问下他，问他是否跟他一样是端王爷派入来做卧底。是啊，他和我都是端王爷派来的。我要听他说，你说哪个派你来的？奴才该死，奴才是绝对不应该进宫的，奴才进宫是端王爷指派的。冤枉啊，他们是串通在一起的，我派你进宫救皇上做什么？端王爷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认账啊？你明明派我入宫来行刺万岁爷的，你还乱说。在这个人身上找到这件事，这个是端王府的腰牌。你为了等大阿哥当皇上，什么恶毒的心思都想得到做得出，现在居然派人来行刺皇上。哼，好极了，盗取国玺，行刺皇上，阴谋篡位，国法家法都不可以用你，你等着领死啦！老佛爷嫲嫲，你饶咗我阿嫲，你饶咗我阿嫲啦！我今日连你都不会饶，我又点会饶佢啊？老佛爷啊，你点可以听信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片面之词噶？佢攞咗我端王府的腰牌，混得入宫。但是又怎能找到養心殿呢？又是我嗎？就算是我，一定還有內應接應的嘛。老佛爺，你把他們找出來，我當面跟他們對質。你說，你是怎樣入養心殿的？我不知道。喂，老佛爺，奴才清點過養心殿的太監，有個叫做小喜子的不見了。是幾時的事？话系大格格今日下昼第二次出去之后就唔见了。你又去咗养心殿啊？义臣，义臣系送一套被铺俾万岁爷。回王阿玛嘅话，义臣，义臣系去劝万岁爷安心跟你出巡，劝佢乖乖地听你嘅说话。我只系。我只是跟他聊聊闲偈，只是聊闲偈咁简单。我不准你去，你竟然够胆去？大格格，你不是连我都出卖是吗？义臣不敢，义臣不敢。奴才已经在宫道派了人搜寻那个小喜子。老佛爷，你等。我还等？等你们一个拉一个咁，拉埋成班人嚟对付我啊？永乐，在看住佢哋，唔好俾佢哋乱嚟。大格格，你同我上养心殿，我要当面问皇上。如果俾我知道，连你都对付我嘅，睇下我点样收拾你。讲落去，你系点样将呢批国玺运出宫嘅？如果你肯救我嘅话，就系李莲英叫我偷嘅。
如果你不愿意救我的话，就是你叫我偷的。大胆！你竟然敢拖我落水，我打死我你就冇办法交差，打不死我你就是我的同党，看我够不够胆拉你落水。你这个狗奴才！出嚟总管，李总管来了。他怎么会来的？我如果挡不住他来拿人，就知道你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做事咋好了。李总管，李总管，救我啊！李总管，仲想走？嚟得好啊！我啱啱审紧你以前嘅心腹太监啊，都算系天下奇闻啦！一个浸死嘅太监，竟然能够借尸还魂，仲变成一个女人添吓！李总管，救我！李总管，我就嚟俾你害死啦！所以你一定要救我啊！哎呀，揾到国晒啦！估唔到咧，你更加估唔到嘅系，佢哋端王府嘅人招咗工，呢啲嘢根本唔系端王府攞嘅，系你嗰两个死咗嘅心腹太监嘅鬼魂去攞嘅。端王府今日先至捉到佢，揾翻国晒。照咁讲，端王爷嘅说话系真噶啦噃？乜嘢说话系真嘅？你走咗之后啊，端王爷就话佢哋呢几个都系大格格安排去救驾嘅。啊？大格格想救驾？当然啦，如果唔系老佛爷仲特登派我出嚟做乜嘢啊？老佛爷叫我赶嚟查明，佢哋呢几个人啊，如果系大格格派嚟阴谋救驾嘅话。咁样我就截住佢哋，唔俾佢哋入宫同端王爷对质。咁系咩道理啊？咁嘅道理都唔明啊！大格格算得系乜嘢啊？啊，冇权又冇势，又系个富道人家，做得咩反至得噶？老佛爷而家咧最希望除去嘅人咧就系端王爷。你谂下，佢入宫去对质，一讲啊，啲人呢？是大格格安排的，啲嘢亦都系大格格叫佢哋偷的，咁你话啦，咁啊点可以治端王爷嘅罪呢？端王爷既拉到人，又揾翻国玺，唔单止治唔到佢罪，仲要论功行赏，你谂下，老佛爷会肯咩？你讲啊，系唔系呢啲事都系大格格叫你哋做噶？是啊，就是大格格派我们来的，所以我只被端王爷捉住了嘛。说得好，将他押下去先。咋？没，你不是放我走的吗？为什么还要押我？押你下去困住先，等定了端王爷罪，再押你出来定大格格的罪，带走。咋？没，我信不过你。崔二总管，你要救我啊！他一定是想杀我眉头啊，因为他怕我讲出我是他安排入宫的假太监，所以呢他要杀我眉头，救我，救我、啊！截住他！李锦捷，我奉义子行事，不带他回去，我交不到差。哼，我又是奉旨办事了，你敢抗命？旨在哪里啊？出宫办事，见不到旨，我是不会认账的。大胆！我奉的是口谕。口谕？口谕不算数，分明是你假传圣谕，妄图私下隐瞒你违法犯纪，安插亲信入宫，以欺瞒老佛爷的大逆不道之罪。我看你梗是想作反应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只是宫廷大总管，举不为二总管，出宫办事无旨依据，自然是听我指挥，由我指派，有差错自然由我承担。你以身犯大逆之罪，还可以传什么旨下什么令啊？自然是由我代职掌权，由我作主。你这个狗奴才，这么快想散位了、没错，等我送你这个婆娘入宫，我理得你们哪个主子遭殃，只要你死了，我就心凉了。抢人，喐手。你我一早就估到你唔肯放人噶啦！你谂下，我会咁蠢将我嘅把柄落喺你手上，等你嚟整死我咩？
将佢带走。如果你杀我嘅，如果你杀我嘅话，阿哥小山弟佢会帮我报仇噶。呢层你又唔使担心，佢同嗰个姓唐嘅都捉住审紧啊，带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表叔啊，睇下你而家点置我于死地啊！你啊，仲系咧乖乖地听我说话啦。我个良心好过你好多。点啊？我哋研究一下点样隐瞒你，偷偷放人件事仲好。呢个女人系一命要犯，要押却功，开门放行。走。开车。冇事，系嗰班义和团被赶出王府啫。系咪真系要押我入宫啊？当然唔系啦，等阵揾个冇人嘅地方，正正送你上西天啊！好，好妒忌，你哋真系姐弟情深，三个人夹埋嚟蒙骗我。当然啦，你一定不知道你宫里面的小太监是怎样失踪，你更加不知道你宫中卧房的床下底还躲了一个刺客想行刺你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义臣不知道。你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上啊！你连自己宫里面的事都不知道，你又怎可以治理朝政，君临天下？我还是早早将你废了，我费事被你激死啊！皇阿玛，义臣被你看管成这样，不要说朝政，就算在宫里面出了什么事我都会知道吗？皇阿玛，你如果想废了义臣，就请你早点废。义臣只是求你一件事，废了我就将我和珍妃一起放逐出去，随便哪里，就算你将我们看管起来，我们都无所谓的，只求你替作我们母子一场的份上，就让我和珍妃在一起吧。好，好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皇上，你现在跪哪个？你是皇上啊，为了一个妃子下跪？来，跟我将他扶起身。我话你知，你冇咁好命。而家我先铲除端王，跟住落嚟就系废大阿哥，你呢个皇上就安安分分咁当落去啦，啊！皇阿玛，你如果带儿臣出巡嘅话，就请你将珍妃都带埋去啊！皇阿玛，你如果肯带埋珍妃嘅话，儿臣就乜嘢都随你摆布啦。冇咗真姐姐啦。
真姐姐被人推咗落井入边啊！多仔，你喊乜嘢？只系一个妖眉画住个妃子啫嘛，唔会嘅，唔会嘅，珍妃，珍妃，住佢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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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仲快啲将皇上抬入去，珍妃，太唔知样啦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皇上，万岁爷皇上，唔好，珍妃，皇上，放开我，皇上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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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点解唔俾我死啊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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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将端王押上嚟。咋？端王讲嘅个女同党呢？哦，你快啲向老佛爷回话啦！你大总管亲自出宫办事，我做细嘅点敢讲呢？当然系由你回话先至啱啦。我诶，当然唔敢争功啦。推嚟推去做乜嘢啊？你讲。咋？喂，老佛爷。奴才同崔二总管咧，将端王府上上下下嘅人咧，逐个咁样问清楚，冇咩可疑嘅人，仲问匀晒府里边嘅人咧，都问唔出有咩女同党，系咪咁样啊？崔二总管，回老佛爷，系咁样啊？回老佛爷，你来福捉到啦，同我押上嚟，斩。担高个头啦。果然是李来福，他是几时变成了女人的？老佛爷，奴才不知道，奴才不知道的。你怎会不知道啊？你平时不是很醒目，牙尖嘴利的吗？啊？还有你，咋？你不是说端王府里里外外都搜过，都没有发现的吗？为什么会搜到这个人出来的？回老佛爷，实情是李总管想毁灭他欺瞒老佛爷你的证据，强迫奴才放人。奴才不过是个二总管，怎敢违抗啊？好在奴才醒目，暗中派了黄德寿将人抢了他回来，这样才没被他只手遮天，欺上瞒下。冤枉啊，老佛爷啊，冤枉，真是冤枉的，是崔玉贵他想害我啊。是啊是啊，老佛爷，我们全部都是被他陷害的。老佛爷啊，他明明跟我说他没有捉到人的。好啊，你这个丧尽天良阴险狡诈的小人，原来你的用心是这么毒辣的，收埋这个女妃来害我。乱说，老佛爷，他乱说的。我不是女妃啊，老佛爷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女妃啊，老佛爷，我不是啊。你是啊，你不用不认啊。老佛爷，这个女人就是崔玉贵安排在我身边的假太监。老佛爷，他乱说的。件事不是这样，老佛爷，件事不是这样。喂，老佛爷，端王爷押到。押入你。老佛爷吉祥。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了，国玺是他偷的，是他了。老佛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，我什么都没做过，我是这么被他捉来捉去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事，我不知道的，老佛爷。收声，还想不认？你说，小李子要你冒充太监入宫，为什么？崔玉贵。咋？现在我在问国玺的事啊。奴才想落这两件事一定有关联的，一定是他跟端王爷阴谋串通好了，等他们啊。老佛爷，真是冤枉冤枉冤枉啊。冤枉啊，一定是小李子预先跟大格格串通好的。哎，更加冤枉啊，冤枉啊。你收声啊，我要听他说，你说到底是哪个指使你的，说。是李总管啊！哎呀，是他，
艺居要我哋假扮太监入宫，佢话要我哋入宫嚟保护老佛爷你。老佛爷，奴才当时谂唔到其他办法，奴才一心系想救老佛爷嘅。当时万岁爷想刺杀老佛爷，奴才喺度谂，嗰啲太监啊应该俾人收买咗，冇人信得过噶啦。于是咧，急急忙忙去外边揾咗呢两个老实可靠嘅人入嚟咯。假冒太监，欺君罔上，目无王法，仲老实可靠？你，老佛爷，奴才当时咧都系狗急跳墙嘅啫。老佛爷都知道啦，宫里边嘅人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噶嘛。系咯，连你李大总管都牵涉入偷国玺嘅阴谋，真系知人口面不知心啦。老佛爷，你真系信错咗佢啦。老佛爷，我点知呢件事啫？后来奴才见宫中的形势平稳翻落嚟啦，正想向老佛爷讲明呢件事啦，又点知道佢哋两个惊咗上嚟，咁咪走咗咯。走咗？既然已经走咗啦，点解又要走翻嚟偷国玺啊？老佛爷，其实件事系咁噶，国玺系小生交俾我嘅。当时我咩都唔知道，糊里糊涂咁就我就俾端王爷捉咗啦，我俾佢捉咗噶。听清楚啦，你哋听清楚啦，啊！佢话系俾我捉噶，我就系想追问大格格同佢哋串通嘅呢件事，捉人送回国玺，正要向老佛爷你回报啊！咁而家我清白啦。老佛爷，你唔好听佢讲啊，唔好听佢乱讲啊！老佛爷，你哋即刻收声。回老佛爷。皇上身边的小妻子捉到了，太好了，将佢押上嚟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回老佛爷，最好冇其他人在场。上前回话，同时仲搜出一名首领太监，仲有马车，准备接送皇上出宫嘅。嗰名首领太监系大格格嘅亲信。好啊，端王，事实俱在，你仲敢抵赖？老佛爷，人呢？全国王爷及军机大臣，进宫议事，内忧外患，我要一齐解决。永乐，将端王押落去先，等我个旨意。老佛爷要命啊！老佛爷要命啊！我冤枉噶，老佛爷。仲有。将佢都押落去，等端王定咗罪，一齐斩首示众，押出去。老佛爷，件事唔系咁噶，老佛爷。老佛爷，小李子系咪都要捉埋啊？老佛爷，小李子千错万错，但系对你仲系忠心耿耿嘅。老佛爷，你要治奴才罪。奴才冇说话讲，奴才只系担心老佛爷冇咗少利子服侍，咁有边个揣摩得到你嘅心思？点样替你办事呢？你唔好自抬身价啦，冇咗收声啊！老佛爷，咋？少利子，咋？呢笔账我暂且记低，以后就要睇你嘅表现。如果似样嘅，我就算数；如果你再次对我不忠嘅，睇下我点样收拾你。咋？起客啦！多谢老佛爷，多谢老佛爷。同我开箱。咋？快啲押落去，行快啲啊！青青，童爷，青青，你都俾佢捉埋，系啊，死到临头，第一个叫嘅居然系你啊！好啦，老佛爷话要将我哋全部都斩首啊！咁我娘亲同妹妹咧，唔会俾人捉埋啊嘛？我唔知啊，我谂应该唔会啩，我唔知啊，唐爷，
我唔想死啊！我好惊啊！我唔想死啊！我唔想死啊！晶晶，你唔使惊，好在我哋都系死埋一齐嘅。做咗鬼，我仍然会关心你，照顾你噶。唐爷，唐爷，唔通呢一世我哋就咁算数啦？晶晶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唔通你唔可以叫我名先嘅咩？小生，你都就嚟死啦！你仲咁烦噶？唐爷，我唔理啊！我唔想死，我唔想死啊！我唔甘心，我唔甘心啊！我仲未嫁人嘅，我仲未嫁人嘅。对唔住，唐爷，都系我耽误咗你。如果唔系因为小光儿嘅话，唐爷，好啦。你两个呢一世都是我害的，那我走开，等你在死之前有些什么都可以讲晒佢。小生，如果我孟小山呢一世可以再来多一次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好好好的人，等你爱上我。我知道我好坏，非常坏，但系我对你真系好好。如果你肯爱上我嘅，你会好幸福。但系点解你硬系唔肯试下，搞到自己咁苦，令人哋都系咁苦？看看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出入鬼已经来拉我们去杀头了。我不想死啊！快点将我三个人犯通通押出来。走，你不是亲自点算过的吗？为什么会差了两个国骰的？喂，老佛爷，啲嘢系出玉桂点嘅，奴才信任佢，所以奴才冇翻点啊！喂，老佛爷，人犯押到，将佢押上嚟。咋？小李子，你仔仔细细点清楚，到底争边两个？咋？那两个国骰呢？没错，另外两个国骰是我们收埋了。收埋在哪边？快点说。哼，两个国骰可保我们性命，你放了我们先，我们接下来收埋在哪里？是啊，不是我们就将你们的国骰当做我们的陪葬品。你这样要挟我，梗系要挟咯！如果唔系，我哋点保命啊？我会受你要挟？就算我冇咗嗰两个国骰啊，我都要你哋即刻死，马上死！